逛吗？我们来逛金门的麦当劳。这个麦当劳是7月1号开幕的，7月1号开幕的，我们来尝鲜。地址位于金门县金湖镇太湖路2段198号一楼，营业时间7点到21点。哇，还好长哦，好长的麦当劳。虽然目前还是营运，但动线良好，专人带网点餐。进入后，内部宽敞明亮，大片的落地窗，舒服。我们跟风一下来金门的麦当劳，人很多，多到要排队了。是吧？这家纯德中药房非常的出名，胡椒粉非常的出名。再大一点的话，一次都三斤。哦。地址位于金门县金城镇举光路38号，营业时间9点30分到21点。就是五十的，是要提去公司的。百年老店，浓浓的胡椒味，产品价格也很合理。晚餐，我们来峰回路转一品锅用餐。这里是一个可以吃东北菜的一个地方啊。地址位于金门县金宁乡桃园路213-1号，营业时间11点到22点。预约特色菜需要提早一天跟老板娘预约，因为3天前就有预约了，所以品尝到许多好吃菜品。来自东北的老板娘很热情又很有厨艺，老板娘很好客，很亲切，不怕客人吃，东西好吃。今天吃东北菜，对不对？对。东北猪皮冻，东北大拉皮380元，东北风味蒜香四季豆，四季豆了。金汤酸菜鱼片5人份1000元，东北锅包肉398元。你知道吗？东北溜肉段398元，满族鸡肉签588元，蛤仔汤招待。这个锅包肉和牛肉这位帅哥，我跟你讲哈，为什么会有这两道菜？好，您订的那个窝窝头，我今天哈，因为下午有事来不及做哦，好，因为那个要用蒸的，对，所以我就用这两道来替补。好，对对对，那这两道其实也是我们东北很有名的特色菜。好，哎，这次我们就吃这个看看哈。好，那个猪皮冻它完全没有白肉。好，啊，有白肉它不会凝固的。哎，您吃看看。好，那个胶原蛋白，你吃还是吃很好的。好，那就慢用，然后其他菜我陆续上啊。好，我们来小金门吃早餐，本来要吃迎宾广东粥，可是它已经没有开了，要去买一间非常好吃的油条也没有开，所以我们来吃广丰小笼包。广丰小笼包这里也是很有名的。地址位于金门县烈屿乡东陵街143号，营业时间6点到11点30分。
这个是他的小笼包，这里很出名小笼包。你看，品尝。先坐车，味道真的很好吃，不错。我们这边的毛豆都放饭里面熬成像，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的段。小红椒粉，大不大看得到？南华汽水厂地址位于金门县烈屿乡81-2号，营业时间9:00到18:30，星期三公休。这就是咖啡了，不要浪费了。恩乐汽水。葡萄柚，这是沙士，有柠檬味的。还要吃喝什么啦？这一瓶250，这个大瓶的沙，大瓶的汽水喝起来有梅子口味，它那个罐子可能是限量版，跟你这个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买那个罐子啊，覆瓶盖什么的，所以一瓶250蛮贵的。啊，小瓶塑胶装的是1瓶80。我们来国宾神宅古店买麻花卷，这里的蒜味麻花卷非常的出名，好吃。郭宾神宅古店地址位于金门县金门乡83号，营业时间9:00到20:00。哦，败家败那么多啊！这里的好吃哈，不错啦哈。配回家配茶。晚餐我们来金门很有名的新天地海鲜餐厅用餐，我们有事先定位。地址位于金门县金湖镇富国墩31-1号，营业时间11:00到14:00及17:00到20:00，星期三公休。这里还蛮热闹的，你只要没有定位的话，可能会没位置坐。这个怎么样？吃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他们怎么吃？好。肉丝虾仁炒饭200元，那有卖啊？高粱枪蟹350元。紫菜海河汤250元。蒜香小卷350元。海鲜粥300元，韭菜炒海螺250元，酥炸石河250元。没有想吃的，快点，够够够。中午我们来民族小吃这里用餐，这里有个出名的挂菜崩啊，还有厦门沙茶面。地址位于金门县金城镇民族路29号，营业时间11:00到14:00及17:00到21:00，星期三公休。芥菜饭70元，轻轻一抹微笑。卤白菜40元。好吃的沙茶面，厦门沙茶面。看到他，哎，还有那个葱油饼一个。不用切哦。好。金许园地址位于金门县金湖镇158号，营业时间5:00到14:00。
来牛大紫菜粉，葱油饼25元，韭菜盒子30元。那牛肉馅饼，牛肉馅饼35元。牛肉大饼90元。